各位优视焦点财经的朋友大家好，大年初二继续的跟各位观众朋友拜个年，祝您虎虎生威，虎年添财，平安喜乐健康。今天公告 Alphabet Google 的盈余几乎是造好 perfect， 所以在虎年的第二天，事实上股票持续的翻转，连续四天的涨幅，继上礼拜四 Apple 盈余造好，今天 Alphabet Google 持续造好，两个 A 双赢，推高了整个股票的市场，非常了得，翻转的力量让整个股票很有动力。所以主播，我今天要跟你来谈谈 Google 公告盈余的内容，观察有三点工作你的参考。第一， Alphabet Google 它公告的盈余2021年整年度的 revenue growth 比2020年翻一倍，哇、wow， 非常非常的了得， outstanding job， 打破了任何的 rumor， 这家公司 Alphabet Google 盈余翻一倍，一年期间难怪股票也涨一倍，所以你就持续的拭目以待。第二个观察， Alphabet 三分之二的 revenue 来自 search engine， 但是有一部分的业务非常了得，那就是云科技。云科技的业务涨了 45%， 成为明日之星，这也是市场非常非常看好的一个 sector， 就是 Google Alphabet 的云科技，所以我们也拭目以待。第三个观察， Alphabet Google 公告盈余之后，也公告了令人振奋的消息，准备 20-for-1 的 split， 一股拆20股，这一点是非常好的消息，让市场非常的兴奋，难得有这么好的消息在虎年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如果3000块钱一股，一股拆20股，那就是拆成150块钱一股，而且你多了20股，所以整个的消息带动整个的市场持续的翻转。所以希望你对虎年这只金虎抱着很好的希望，持续的有智慧来布局。智慧人的话语，那就是靠着上帝那加给我们力量的，你跟我凡事都能够做。愿意在虎年当中你心想事成，靠着上帝他的爱子耶稣基督，让你心中有能力有力量，继续的推着你往前走。好而且陈少豪在大年初二持续的跟大家来到报道世界焦点财经，我们下次见。